自己剖析，我去这个 museum 的感觉，看展览，但是展览里面的作品的感觉，我也是。明白明白，了解了。对，我们先看完吧。看完以后，其实我们今天看完景以后，我们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看能不能跟你去碰撞一下。第一段的时候，我想去截取你的一些身体特征，那个部分的一些运镜，那种，fashion 的感觉。fashion 对，那个 museum 的 art 的部分和 fashion 的部分，是我的舞蹈的 contemporary 的部分，还有 house 的部分的 mix 的感觉。mix 对，这样的。又是 contemporary， 又是 house。对，那种。OK。然后不一样的衣服。两套衣服。对，现在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或者是这一趴用的第二趴 house， house 的时候这样，前面是黑白灰，那 house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转身，一转过来还是黑白灰，但你的色彩是，变掉，是，所以我觉得用冲色，不比你穿的衣服或者是搭的饰品什么东西，有个颜色跳出来就是显得很 special。而且我们觉得在你的那个 contemporary 的时候，颜色的衣服可以素一点，反而在 house fashion 的时候是可以有色彩感。然后整个片子全部跳完以后，我们会给别人留一个想象空间，灯光慢慢的收掉，就像你说的，你会变为到这个深山大道的一个艺术品，观众用，结束，这样的一个逻辑。demo 的音乐，然后最好是我做那个，这个作品的感觉的音乐，我自己做，自己做，这样可以，但是不需要那个后天的修复，外事的修复需要，对，因为卡卡的，所以音乐的速度是一样的，对，我准备这个，然后这个，外事的时候用这样的音乐，我最后是改变。因为那个更不是的，是做事更快，我自己做事更快。好，现在有什么问题？我这边没问题了，没问题。山大道记忆记录。大家好，我是印度王三多。今天很荣幸能够各位一时尊播大使来到我俩们带走记忆记录作品展，然后我希望更多人来到这里感受到作品的魅力，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放松放松。他的作品是黑丝白丝，就有两个的颜色，但是很精致。这个很浪漫呀，就有对对，但是这个部分有这样呀，对呀，不知道什么样的动作，但是很浪漫。哇，好看呀，这个玫瑰花的，因为普通的话爱玫瑰花的话。想拍它的红色的部分，但是它拍黑色白色，但是，看，666三刀，刚这个尖的，名字这里有自信起来的时候，大概这个位置是我的位置。然后我每天自己去这个位置去第二个课也去朋友一起玩也一起这个位置，然后呢这里是一个大的十字路口的这个地方，这个里面我经常吃的咖啡啊，还有这样的地方啊，我听说那种中国也有名新月食堂的电影，真的这样的，有这样的店，很小的，只有三个人、四个人可以进去的那种店，吃饭的地方。
这样的，然后这样的，中華そば是拉面的意思 ，Chinese 就是中華是中国料理的感觉吧，这样的拉面特别好吃。昭和的女生的多发的造型是这样，多大妈妈的年轻的时候的照片也这样。下微信。这是新宿的看电影的电影院的下面，特别大。我喜欢的帽子 hat 这样感觉，很尖的感觉，但是很gentleman的感觉。喜欢的拉面店，先改变。这个地方我拍过了，乌道市。我和朋友的，就在他这个的地方的。然后，所以他们就，所以我就他们大家，然后拍这个乌道市。音乐起。停，灯亮。灯闪。这样，没有，刚才是镜头的问题。但是这其实好看的。但你这个我刚刚不小心卡住了，赶紧扶过来。那个我比较喜欢后面的刚刚的。闪的那个部分。那个刚刚镜头有问题的时候是好看的。哦，好的。OK， 这个今天特别帅，这个头发谁做的？啊，我做的。
我做的。OK 吧，对，谢谢。